来，给你们看看说啥啊？来，小英占了咱的，比方说航考，还有留了咱的人嘛。然后小日子占了咱的，弯弯也是咱自己的人在那儿嘛。他是要人和要地方都要，大鹅是只要地方不要人，人给你全部扔到江里去，全部埋到坑里去。小日子当年，弄这些地儿啊，他是把这些地儿当成自己的地儿来经营的。对。然后，对，那个当时他们，叫皇民化教育嘛，就是，大日子天皇陛下对本土人民、半岛人民、台湾人民皆爱若赤子。对，爱民如子。你瞅他这个逼样，你瞅，你瞅看他，你小瞅他这英个逼样，他长得好像刚才我打那个游戏里面使那个狗脑袋似的，看见没有？咱就不明白了。那个讲话那个屋里还有粉丝，你们是咋的？是一类人呐？啊？你们是一类人呐？你们是一类人吗？就是他的粉丝啊，王狗狗的粉丝啊，你们都是一类人呐。